那么最后呢，我这个要参选党主席，我要参选党主席哦，真侪人讲，范弟啊，拢伫南部庄卡，已经离开北部真久啊，北部的媒体拢甲我袂记啊吼，拢袂记得我，拢袂记得较早我做刘伟时哦，是范的大炮手，已经甲我袂记啊。啊，所以我参选这个党主席，足侪人怀疑讲，你这高教敢我都能选？你这高教嘞吼，够法度能选？敢有在人选？哦，敢会调？哦，你选够法度能当领导？我大家报告吼，实在讲起吼，可能在座嘛足侪人安尼怀疑啦吼。啊，我大家报告，我要当来做馆长的时候，足侪人讲哦。啊，反正啊，等下做馆长，我议会唔甲议会请甲变变着。迄阵我要等下做馆长的时阵哦，作者讲哦，反正啊，你立法院遐歹吼，啊，搁安尼遐坚持吼，即若等下做馆长惨啊，一定甲议会建交碰碰面哦，一定规个县市无法通推动。迄阵大家拢安尼讲，结果我等下做馆长了后咧，腐会的关系咧，其实处理啊，他妈袂歹，真袂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用挂嘴。哦，从腐会关系处理啊，实际上，伫我咧做馆长的年代啊，算处理了也还可以啦。啊，其实这个物件甲规领导民进党同款啦，吼。从你诶领导民进党国派诶，其实真简单，你就是你若甲人坐，你才有冲突。啊，你若无甲人坐，啊无派就当然袂甲人坐，无甲人坐。人需要的物件，你甲听，吼、哦，啊有精，吼、哦、有精致的，就是表决。所以呢，其实要做一个领导者，一个真重要的态度，就是讲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啦。客观甲公正的，啊，我感觉吼，伫这点吼，我相信哦，我是一个有客观公正的态度。啊，颠倒因为是高价无派的哦。电脑较有法当团结所有派的啦，我想这点呢是我个人感觉讲，因为无派电脑哦，会当公平来处理这个代志。过来话讲，啊，反正你的知名度，人咧综艺中人要出来，我全国性的知名度，你敢人要拼？啊，我大家报告哦，恁三个月前，你敢捌林书豪？无够。三个月前，你敢捌林书豪？我大家报告，这知名度哦，这代志也免啥想烦恼啦。选调党主席无三个月知名度，请假足侪，知名度提高足侪啊！提高，这知名度的问题啊，实际上像林书豪同款，过去人也毋捌伊啊。但是咧，林书豪伫过去两个月内底安尼哦，指标变得全世界。大家都捌林书豪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哦，咱民进党啊，大家即摆拢遐迷信天王，讲哦，天王较有够力，啊，我大家报告哦，那一个天王哦出来，啊，三个天王拢无爱配合伊，够有够力。啊，都一个出来，啊，剩咧三个天王，佫无咧配合，你哪够力？啊，那即个毋是天王的出来吼。哦啊！即村内只四五个天王，拢甲尊为天王的时阵哦，啊，拢足尊敬的啊，五个天王好啊，拢互伊舞台。安尼哦，毋是敢若一个天王表现俩，是五个天王拢咧表现，对不对？安尼是毋是佫较有力？哦，我来咧做党主席哦，就是互只个，毋只四个天王，即摆变蔡主席了。五个天王咧，拢会当表现，好、哦，五个天王都有舞台啊，哦，啊，若是另外一个天王，敢若自己做咧，可能其他三个天王、四个天王无啥物舞台，啊，若我一做五个天王，哦，拢有较好的舞台，大家拢哦真爽，所以安尼，咱的政党对外就是真团结的形象，真团结的形象，所以咧，我若出来，咱的党。较会团结，较会团结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呢，咱常讲呢，即摆国民党哦，也是媒体拢笑啊，讲民进党呢，
中生代、新生代无人啊。好，民进党中生代、新生代无人。诶，国民党安尼讲诶，但是你也想看即摆吼，共产党即摆要接棒诶，习近平几年出来？42年出来。是。好，共产党即摆要接棒诶，即个习近平42年出，叫我三岁啊？给我三岁啊！给我三岁，给我三岁。哦，习近平给我三岁。哦，共产党哦。那么，你看现在国民党提偌济少年人出来，所以民进党呢，这中生代、新生代，不是无人，实际上不是无人。你也想看卖，奥巴马，你看奥巴马做过啥？伊利诺州的参议众议员。几位众议员哦，阿利奥做啥？奥巴马做那个联邦参议员，做保护啊。联邦参议员做两当尔嘞，几位州议员做四当，加加嘞六七当尔嘞。奥巴马的从政资历在六当嘛，这伊利诺州的州议员，阿加做联邦参议员，我国会议员做三届做高当。搁做连首长嘞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奥巴马之前咧做啥？伫基层咧做读书啦，做读书。所以若要论资历吼，我资历比奥巴马哦较丰富嘞。好，奥巴马我从大学就咧参加民主运动，我比大学咧参加民主运动咧对抗国民党嘞。来独裁的吼，过来，你该想看克林顿，克林顿啦吼，克林顿是阿肯色州是咧起家啦吼，阿肯色州咧起家，克林顿怎，伊做州长咪做高干的职当，克林顿，唔捌做位国会议员，克林顿，所以咧，唔是中生代无人啦吼，我做三届立法委员，做过高干的。台南县长，我大家报告，这个资历哦，放伫全国嘛真歹找啊，唔是讲民进党歹找，是连国民党要找只完整资历个真歹找。所以我大家报告，咱绝对有信心，民进党这个党主席咱不只是单气，而且咱也有信心嘞，会甲做甲非常会当哦，和民进党变做一个。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建调力的一个新的民进党。所以我想这点咧，敢若我要出来参选咯，对民进党就加分啊！我宣布要出来参选，就甲社会讲：哎，民进党太无人，中生代有人太无人。啊，而且咧，我想咧，大家真重要。我要出来，有人知影我要参选，第一问讲：啊，你这当初先你以为选2016的总统无？我第一句就甲带，就甲表示讲，我参选党主席，我做党主席绝对袂去选2016，我是负责替人攻击的，安尼规个党呢才会当团结。所以呢，我若出来，咱的党就是会当有人专心攻击，咱的党就才有真正的战斗力。2014年。拍赢72届选举，吼、哦，为2016年，那么民进党重回执政咧，啊，拍好基础。所以，咱南部这个经验吼、哦，过去民主拢是北部，即摆北部愈来愈无。咱南部即几冬啊，过去较歹，即摆南部即摆民主的成果，啊，我相信咧，咱甲南部这个成功的经验。反攻台北，安尼好。真感谢吼，讲了有较长吼，啊，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，多谢。